From China's perspective, do you think that... 你认为，如果美方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，我们会无动于衷吗？我想，任何错误的言行都必须要得到应有的代价，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反击日常中国已经非常强大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潜力，也不可能对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不产生影响。 不可能不产生影响。如果我们面临着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的欺压的时候，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必须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来捍卫我们正当的、合法的利益。中方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，所以我们不会为协议达成或者不达成设定任何的 时间期限，我们就本着一贯的态度，这个协议、这个磋商必须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，这个结果必须是互利共赢的，是为双方可以接受的。